废话。触目惊心，你知道哪个省电信诈骗最多吗？福建。奶牛临床突然爆炸，本来以为是天灾人祸，实际上是棚里的奶牛放屁打嗝引起的。高考试卷为了防止外泄，在监狱进行印刷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宁愿做人妖也不当兵，你知道泰国人为什么如此抗拒服兵役吗？因为在泰国当兵有可能会记，而且待遇极差。假如你在短时间内大量喝水，你的身体会发生怎样的变化？会水中毒，可能会嘎。世界上有没有不会变质的食物呢？有，蜂蜜。如果开战，中国每个人捐1块钱，14亿够打几天？不到2个小时。男人禁欲多少天能补满精子？3到7天就能补满。华南虎大战大熊猫，一个曾是称霸中国南方的百兽王，一个曾是笑傲川西陇南的食铁兽。废话了5分钟都没打。虎鲸为什么只吃大白鲨的肝脏而不吃肉呢？因为大白鲨靠皮肤排尿，皮肉里有尿的味道，不好吃。人民币上总共有多少种文字？8种：汉字、盲文、英文、阿拉伯文、蒙古文、维吾尔文和壮文。